中央电视台，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上海国际体操中心为您现场转播的201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奥运会选拔赛。今天晚上将要进行的是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。现在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第一轮的比赛，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分组情况。在预赛当中成绩排在四项总分第前六名的选手，在第一轮当中要比的项目是跳马。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高低杠的场地，第一轮比高低杠的选手是在预赛中成绩排在第七到第十二名的。场上的是172号广东队的骆佩如。今年的全国体操锦标赛呢是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，那么共有五个比赛日，在5月8号和9号已经进行了男子和女子的资格赛及团体决赛。我们来关注一下成绩，在男子的